位于高海拔地区的骊山，溪水与山林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生态，其中以连接福寿山农场游客中心与天池的骊山天池生态步道林相最为丰富。原始针叶林浓荫蔽天，台湾特有种中的云杉、红块、扁柏，沿途视野极佳，可远眺雪山、桃山、品田山等名山，气势磅礴，是欣赏高山动植物的好地点。山谷里原生植物有二叶松、山樱花，也都极具有观赏的价值。骊山生态环保步道是骊山知名的赏鸟据点，大批鸟类来此栖息与觅食，在此可以观赏到十几种以上的珍贵鸟类。六至九月，也能欣赏到台湾高山特有的鼠凤蝶在花丛间飞舞的美丽身影。丰富的动植物生态是骊山风景区最珍贵的天然资源。